9万匹马力的 GT 叉究竟有多狂野？即便面对6辆豪车的围观堵截，强哥也表示只是小场面。只见他挂挡猛踩油门，帅气转动方向盘后，扑哧一声便跑了出去。几人连忙掉头，紧急上前追赶。 千钧一发之际，强哥迅速撞倒钢架，终于逼停一辆汽车，争取到逃生时间。小美见状，随即驶入小巷。经历一顿行云流水的操作后，很快就追上了强哥。男人见状，立马扭动氮气装置，瞬间拉开距离。然而，女人却早有准备。只见一只鱼叉库哧喷射而出，紧接着便不断拉扯。眼看 GT 叉恐怖的拉力就要将汽车掀翻，好在队友及时赶到，赶紧发射出第二发鱼叉。 然而却并不起作用，女人连忙呼叫支援，郭达见状赶紧射出第三根，紧接着第四根、第五根。随着强森一声令下，众人开始挂挡，疯狂后退。就在所有车辆的马力即将抵达极限，强哥也快被车裂而亡时，男人立马挂挡，随即拧下氮气发射器。 GT 叉强大的马力瞬间爆炸，直接将对面7000匹马力的宾利拖拽过来，接着强哥一脚地板油。 随即又对准车门酷斥一下，直接飞出10万8000里。就连大皮卡也被干翻在地。接着强哥又使出一招倒挡拉扯，几辆汽车瞬间失去平衡。强哥不敢迟疑，立马起身提枪跑路。郭达立马追上，谁知强哥转身就掏出手枪。没曾想却又被小美截胡，面对着挚爱男人，只能鸣枪警告。而小美也是吃准强哥不会杀他，当着男人的面就要离去。不料刚走3米就被金毛抓住，男人表示自己不会惯着他，如果不交出箱子就要饮恨西北。危急时刻，强哥及时赶到，金毛瞬间懵逼，他不理解同事队友为什么要举枪相向，小美为了不让男人为难，最后还是交出了箱子，而强哥则转身便消失在了街角之中。